对吧？爆破模式啊，爆破，对啊，爆破，拆弹的那拆个吗？弹那种。哎，看到人了！哇，这么难搞吗？还在给我在这滑冰，你知道吗？这还个滑冰。还有人吗？有，因为我杀了两个，有，哎，我杀了一个，那还剩几个？哎，那那还剩两就个。奇怪了，我都杀了一个，你也杀了俩，对啊，应该还剩俩。对，那俩人呢？是啊。感觉像捉迷藏这个游戏变成。对。确实，哦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，在哪？嘿，慌慌，在在呢，我这在儿，呢，在呢，在我这儿，在。死了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是在哪儿？哦，耶，哦哦，我你解打决死了，了，可以耶！我残血解决了他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那我这个换一把枪，换这个。你看我这还有个挂坠，看到没？哎，送的，哦，在那儿。哦，小心！差点死。哇，差点死，差点死。哇、哦，这里有人，哎，我这是不是杀了三个等于？看一下，你总共杀还了真五个是，人。真是，那等于这把杀了三个，搞定啊、哦！哇，又是靠我，太棒了！M 四搞一把，你看我这 M 四，有天，点胡哨。花里胡哨的是吧？你不要冲太猛哦。一般 M4，我看到人了。又结束了，漂亮！可以呀、啊，换这个吧。他们拿到炸弹了。我这队友突然冲出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哦呦，完了完了，我一个打两个了。我解决了一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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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。人呢？哎，杀十个了已经。我杀了三个。漂亮，搞定，11个，11杀。换枪换枪换枪。我发现你每一把就换一个枪。对啊。你是想让自己每一把枪的那个技能都提升一点是吧？可以练是吧？对呀，可以练。升级的是吧？没有，就是你嗯。习惯一下每把枪不同的那种手感。哎，我用它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能攒经验呢？有没有那种？那我不知道哎。3连杀。杀人如探囊取物。那就说还有两个人了。对啊，我杀了俩，哦，我杀了三个。是，我杀了三个，等于还有两个人。我想一下，这个人在上面是吗？看一下，我也爬到上面去看一看，说不定可以看得清楚一点。
怎么这么狗的？对，挺够的。哦，那是你呀，吓死我了！无差别射击，我刚才。你哦，射又我，是你。你射我也好像不会见血，对吧？不会 How 见 old 血，are you？不会见血。射了一下。你该射哎，我。他们人呢？奇怪了啊！消失了就。他们为什么是领先啊？知道，还有一个人藏起来了。哦，这枪打出头鸟，这个枪打出头鸟都出来了，漂亮。又是碾压式的胜利。这个人在哪里？13连胜，好，又是 MVP，对吧？